九零年代五月五票，你们不要那么猛，不要那么猛，好急呀、啊！哎呀，该死的胜负欲啊！该死的胜负欲啊！同样的，火子视频出题，我们请看视频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你说，请问大头儿子、小头爸爸中父子俩的本名是什么？我知道他儿子。来，三二一，请抢答。来这边，儿子叫头太圆，对，爸爸叫头太长，对，对，不对，但是对了一半，对了一半，哪个对了？哎，不能跟听，别别不别不要不说不说，别说，哎，这边头太圆对了吧？对，第二叫头太大，好，别瞎编行吗？不是，小头爸爸怎么能头太大呢？哎，咱头太扁。行，头太尖，我以为死过了。我提示一下，这个名字跟身高有关系，头太高，头太长，个儿太高。他姓个，他儿子姓头。单名的是单名的，是一个运动。来，投球、投降、跳，投篮。啊，对。哎呀。跟你两边，你们不答对了俩吗？谢谢老师，我们要从头奋斗，没有必要，我没有必要从头奋斗，没有必要。楠楠，毕竟这个答案的好开头是你们开的，对对，所以我认为你们配三瓶，我们配五瓶吧，我觉得。那不五瓶，五瓶啊，五瓶就过分了。坐吧。来，我们下一边是我们的6070选题，龙哥80。五瓶哦，这道题是我们的动画片题。哎呦，我的打火机，我想了，终于来了。我们小时候也有动画片，好吗？我就不敢说了，刚刚奥特曼都猜错了。我也不敢说。这道题来自我们80年代著名的动画片《葫芦娃》。哎呦，撞我枪口上了！要错了，我今天就葫芦娃了。来，请说出葫芦娃七个娃分别的技能是什么？来，龙哥敲，龙哥说，我走，我快了啊！你先，你说吧。我能记住点，等会儿啊，有一个顺风耳。不，你要说出谁一，不知道大娃是什么技能？从头到啊？对，我那不行了。有吐水的，有吐火的，对，干嘛的知道？还有能钻地的，什么钻地的？刚刚你看的什么？穿山甲那个是。这边来吧，派代表。大王，金刚不坏之身。不对，第一个就错。要错了，我今天就葫芦娃了。啊？我给你，我知道。行，大王力大无穷。对。二娃，水娃，火娃。我知道了，敲，千里眼。对，敲顺风耳，对，敲水娃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答题有点混乱，你们捋一捋，三娃是什么？顺风耳。我们说了，二娃是千里眼顺风耳。你们有没有看这个动画片？哦，他是一娃，他是一娃，他是一娃，一个娃。你们看过吗？光看蛇精了吧你？这样吧，哪个猜对的多，就算哪边赢，好吧？这道题可以。来啊，三娃，千里眼顺风耳。刚说完的是二娃，你刚才不在吗？水娃，不对，水娃。龙哥，你是复读机吗？哦，再来跳，金刚不换。对，四娃，水娃，他是先跳的。没，不用签了。火娃，对了，火娃，五娃，水娃，对了，六娃，隐身，对，七娃，紫葫芦，答对了。这技术，那恭喜我们的9000！哇，拿到五瓶油，我不要你们的，有骨气，有骨气。龙哥在东北这叫啥？这叫有刚。倒也不是，主要是咱有了，没那么丢人了，有点就行了。004，到咱们选了，来吧，这边004，咱们趁热打铁，好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龙哥他们可能没有答题的机会了。
来，又是火子视频题，我们看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任豪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从深圳为您发来远方的新年祝福，祝你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虎的不行，虎的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比划一个动作，然后你猜这首歌的歌名。不乱比哦，你可认真比划哦。请抢答，这边快。咯叽咯叽，出名的一休。咯叽咯叽，不对，一休哥。一休哥，一休哥呀，不对，我提醒大家，动画片不对。给点选项吧，要不？这样吧，我告诉大家，他最后一个动作很重要。小龙人，什么动物？我头上长犄角，有犄角不是长犄角？不是龙，不是龙。这是2000年动画片吗？这个是很新的一个动画片，很新的，是一群这个动物的。我已经提到线了。喜羊羊与灰太狼，歌名不对，歌名不对。你们想一下，其实任豪把这个歌名已经全部比划出来了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OK， Yes。什么什么？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什么的当当当不当想象。刚刚没必要，刚才就不唱，现在唱有什么用？哼！来吧，恭喜我们这边，来领油领油，四瓶油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这样确定好吗，小杨？我们好不容易有点猖狂的本钱了。小时候会爱看，比较爱看什么动画片？我们那会儿看的是《没头脑与不高兴》啊，不高兴啊，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，还有《熊猫百货商店》，熊猫啊，还有那个《草原英雄小姐》，草原英雄小姐妹。对，我小时候就喜欢看，哎，什么鼠和贝塔我也看过，刺客贝塔，刺客贝塔，淘气蓝猫三千问，西游记，美少女战士也喜欢看变身那种，熊出没。那个不是你的年代了，熊出没，你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我有童心。我们现在也看。动漫是应该就是每一个人的成长的时候的陪伴。对，嗯，小时候放学回去就想，就爱看，在那等着。然后有的时候怕家长回来了，然后就是一听门口有声音，妈妈回来，马上关上，把那个帘布，还有个布，妈妈回来不要摸一摸电视吗？然后假装在写作业。写作业，一只脚趾头踩着那个电源开关，然后一回来脚趾头一松开，啪，关机。你是脚艺人啊？脚艺人，真的、啊。所以他现在好协调的，你看。难怪跳舞跳的那么好。那时候就开始练了，从脚趾头练起。哎，我很好奇龙哥的童年，看动画片的时候家长会。我们有一次调台，他妈也回来，啪拿出一玫瑰，妈，出去二手玫瑰，调一个英文，英文教育台，关键是我们还没学学英文，然后站在后面，呀，长得挺快啊。